議員。好，唔該，主席。主席咧，我唔係話我啱啱應該咧就係可以用39B咧，就係插言咧，就係講即係指出陳志全議員啱啱所講，我話就68(3)嚇嗰度咧就係提出就話係陳志全議員咧佢認為我提出佢是否根據總目去發言。有關咁咧就陳議員咧認為唔係，而係因為咧梁振英係我嘅好朋友，所以咁樣。我希望咧就你哋唔好咁厚顏無恥 ，OK？ 即係而家我哋而家做緊嘢 ，OK？ 我亦都咧就儘管我喺言論上我係支持政府但係咧我都希望咧即係香港即係政府能夠係繼續可以做到嘢，唔係成日俾你呢四個人去搞嘅 ，OK？ 所以我咧就認為咧佢有冒犯到我，同埋我覺得咧即係佢或者意指我有不良動機又或者點樣，所以我覺得即係提出異議，唔該。梁國雄議員。動機嚟嘅，梁國雄議員，主席，我記得蔣麗雲議員公開講就話，因為佢同佢熟，咁信佢噶嘛，咁呢個有咩問題咧？咁就佢都話因為係咯，咁我都覺得好奇怪，佢當時即係話查唔查律政嗰陣時，佢話佢識得佢，佢信佢個人就係咁多啦，咁樣咁。梁國雄議員，我都認識你，有時我都蔣麗雲議員，但係並不表示你係蔣麗雲議員，請你坐低。梁國雄議員，你是否發言？咩啊？你係咪想發言？係啊！請繼續。咁我唔講啊，蔣麗雲啦，咁就。